陈年老旧的套路，不就是靠防御塔杀我？不然怎么杀我？靠防御塔加他电型一套爆发，瞬间把我杀了。虽然我没怎么打过牛头，但你这个写在脸上的操作，是吧？不掉的。操！不该进去杀的。还行吧，拖住了他们。牛也死了。兵线往这边推的，我想去烧一下豹女的，把自己烧没了。其实我是赚的，这兵线，我要四级，他才两级。刚三级，我领先他一个等级。这个也许有点痛。你俩有什么机缘战斗吗？五刀，我31刀，15刀一个人头，现在差不多，我领先他很多了。你看见我贷款40块钱都要贷款，是吧？但是我不能在家里等着40块，不能影响我节制。当你点了这个未来市场，你每波回家，啊，都要利用上这个未来市场，这是最好的最大化的。别舍不得，那50块钱利息不说掉位的。啊！天哪，给他回了一口，够东西！啊，我的，不该这样玩的，上头了。一打二越塔，摇还是不摇，这是一个问题。我的，但是我想把气势打出来，把他杀了，他们心态会崩的。这波我没死的话，3比8，他就0-2了，而且还只有4级，他就会很难受。我想把就是那种心态把他打崩的，牛头给他回了一个。
办法，我的，没杀掉就是我的，杀掉就是我牛逼，没杀掉就是我的，换掉都是我牛逼，没杀掉。正在路上。那没怎么办法。这什么阴间东西？啊！把他挡一下。兄弟们都是什么阴间操作？摇摇晃摇，哈哈！我这波死的没办法，这么多人搞我，我把最后伤害点燃都挂出去了，我极限了。也是抓我是吧，抓回来。有怨的抱怨，有仇的报仇，我等死了你。抓我啊，报仇。不是太大了，差不多是时候了。漫天飞雨，啊，你这头有什么好 K 的呀？你按进去自己怎么走呢？你不死这波我们可以反打的呀，这头也要按进去 K 呀，天哪，他的问题啊，派克的问题，他按进去自己白送了，他给拉扯一下子。不是二八的，就是派克进去二进去送了，已经死了，我一点燃已经挂了。哎呦，太可惜了。正在路上。他不死，他这波留个大招，这么多残血，他还有技能等 CD， 而且他残血，对面不一定就会这样闪现杀 AD， 可能会闪现杀他，他可以吸引一波仇恨值，拉波火力，骗一下技能，他这样就纯白给了。可能牛头闪现二零就会给他，不会给 AD， 那我跟 AD 还可以拉扯攻击，这 AD 一死我就得死，这头牛。
我极限救你了。是摇还是不摇？这是一个问题。我等他跳的一瞬间，我想把他 W 打断。事与愿违。我带了多少天疾跑了？最近一天天都在带，效果还挺好的。现在打的是艾欧尼亚500分的局，500分。算比较有质量的局了。玩了浪了一点，失误多了一点，现在都还好。快不能带闪现上不了，我带闪现也是上这分，我带疾跑也是上这分。其实你赢输赢好像跟疾跑和闪现没什么大的区别，可能是你的心理作用，兄弟。这都要送给他吗？我就不能吃这个头吗？豹女纯老六啊，你这是还要往他脸上扑，他都那么肥了给我送几个吗？烦不烦？一点伤害都没得。牛不给我吃，他往后走人都是我的。这么杀是看，这好没有宇航员皮，哎，我想杀一波，算了，别浪了。他肥，他送了两个终结出去了，我没有人头，我还一直被干出来。这豹尼一直在抓我，你没发现吗？这豹尼一直在抓。你们没发现吗？抓了半天。哎，他妈是头牛啊，我他妈以为是个谁呢，算了。是摇还是不摇？这是一个问题。他妈看到是头牛我就没心情了。把你宰了。哎，去死。投了。